就是屁话很多的屁话台。你去看 YouTube 应该有吧？超多屁话。对，就是整场我们只会唱五首歌，然后其他时间就在讲话。很想剪掉，你知道吗？骑车的时候在听的时候觉得。就要去听那个东西。可是我们在就是提倡一些环保，或者是一些有爱心的议题，对吧？爱情的议题，就像冰城那样，之类的，对啊。但是他也要环保，因为他就可以再回收利用。如果现场有喜欢回收的女生，我在捡回收的女生可以捡，可以报名捡，对。反正他，而他这次来也不跟我们住一起，就觉得他好可怜哦。然后还一个人租机车，然后他说他想要去台东晃一晃。怎么办？好，我们先唱歌好，我们待会再讲电话。自然的温柔的好像你的颜色，自然的。
的温柔的属于你的颜色，自然的温柔的好像你的颜色。哎，冰城，跟大家聊一下你最近心情。我喝个水。我心情很好啊。好像白痴哦，有点白痴，都四十几岁还这样，受不了。我十八。啊，没有关系，他就是因为受创太深，所以今天真的希望在座有喜欢捡回收的女生，可以把她捡走。今天晚上随便你们要干嘛，我跟你说，等一下我们的行程，我们等一下唱完之后会先去烤爽，烤爽知不知道？在那个新生国中外面烤爽。我会坐在那边，然后如果你有兴趣来捡，你就来吃烤肉，然后就可以把它捡走。对，好，好了，就是每次来就是来铁花村，都还是要非常感谢他们愿意找我们来过来，就是表演一下，因为毕竟是台东人，然后我们都在台北工作，然后很辛苦，很辛苦，怎么可以自己讲？来，但这是真的很辛苦啊！你也知道，要就是。每个月都要付房租，那、啊、当你拿到薪水那一刻，就马上把房租缴出去。你会觉得，哎、欸，我像大学生，我怎么每个月在零用钱的感觉？那种钱只剩下像大学的时候零用钱的钱，甚至还要更少这样。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吃很好吃的东西，不像冰城每天都吃麦当劳。哎、欸，如果有喜欢捡回收女生，你可以捡她，她的兴趣是吃麦当劳，她三餐都可以吃麦当劳，真的。我们遇到他一定有甜心卡。你今天有带甜心卡对不对？对不对？有吗？你看你都要嘛的，神经病吃麦当劳干嘛？对吧？然后到台东，然后就是我们大家去吃葱饼干嘛？他有点犹豫，我不想吃葱饼，我不想吃葱饼，我要吃肉羹汤。我敢，就来吃肉羹汤干嘛啦？对啊，肉羹汤也很好吃啊，不可以讲人家不好吃，对不对？好，那还是要说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就是。可能是在地的一种文化跟精神，会让大家可能是觉得听演出或者是干嘛什么，可能是不需要购票的这个行动。但是其实你知道购票对我们还有这个地方或者是更多的人有就是非常深远的一个意义所在。就好像你今天 Autobike 坏掉了，你今天去机车店修。他怎么修就是要跟你收钱，那你也不能不给他钱，这就是一种专业。但是你没有想过他花了多少时间在修这个车子，但是就好像你肯定换个机油，然后他跟你收1200，这就是诈骗。对，大家要搞清楚这是诈骗。对对对，就或者是说好像食物一样，现在食安问题这么多，但是呢，就是真正好的东西，你也许就要花多一点的，就是代价去跟他交换，你才可以得到。啊，虽然有一些些的逻辑上的好像不是那么合理，但是现在的状况好像就是这样，是吧？所以我们在台北都不知道吃什么，也不能喝牛奶，台北很难喝到植物鲜乳。看到哪里都喝什么？柠檬饮。啊？你喝柠檬饮吗？我是喝一美啊。啊？喝一美啊？对啊，台北人都喝一美。真的吗？台北人都喝一美。五小。一美不会拉肚子。因为它的乳糖不耐症、啊。对。对新鲜的奶油乳糖不耐症，新鲜的奶，所以就是喝出入一定拉，喝出入一定拉，喝柠檬你就不会拉，不会啊，不会啊，很正常。好、啊、，OK OK， 那表示柠檬有问题。对，好，反正好，我们就是别了，讲太远了。对，重点就是别人的专业你是需要就是互相去尊重的，对吧、啊？因为毕竟我们在这边可以站在这里，也是花了我们大概。25分钟时间，我练很多次，我没有花25分钟，我练了好几次，对啊，你知道台北练团是有多贵吗？一个小时要650，啊，反正都是诈骗，都是诈骗，没有那么贵，对对对，啊，反正这就是一个，对，就是就大家是需要了解的一个状况，对吧、啊？嗯，好啦，我们像正义一样，
其实我们私底下要做一些不好的过分。好好好，讲太多，这段讲太多。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你就应该这样》，这首歌我好紧张啊，大家都很紧张。我要开始，你要开始吗？好，那没有关系，我们这一团，你只要就是一起玩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精神，就是只要有法教就有勇气。真的、啊？对，因为就是只要把头发抓得很好，弹错他们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知道那个呀呀呀呀呀有多难吗？好，因为我们弄这首歌弄超久，怎么弄就弄不好，因为我是前阵才，就是他们在讲说，我才听过这首歌看两次，然后就好，那就来乱搞一下了。对，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乱搞，对，对。